虎扑8月25日讯，前 NBA 球员德鲁古登近日接受了采访，对于马努吉诺比利以及 Big 3联赛也发表了看法。古登表示，用任何语言来描述吉诺比利都很苍白，他肯定是未来名人堂成员。我在马刺和吉诺比利真正的合作过，古登说道，因此在描述他的方面语言会显得很苍白。我认为他就是一个魔术师，一个赢家，还像钉子一样坚韧。看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这些成就，我就知道他肯定会是未来的名人堂成员。古登说道。作为 Big 3联赛 Sans Company 队的一员，古登表示球队正努力准备好与 Tower in Brooklyn NY 的比赛，我们非常重视。古登说道，我们在赛季中输给过 Tower 队，因此我们会尽可能做好准备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比赛。去年我还是这里的粉丝。古登说道，在这里迎来自己的首个赛季感觉很有趣，不论输赢我都很享受这里的时光。编辑拉尔夫。